第一个，他早期来台北夜总会唱歌，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咖，你知道吗？哦，在电视台他也是一个小咖。那个时候早期有名的歌星是谁？哦，是谢雷啦，哦，周深啦，夏台凤啦，对不对？那些都是他以前的比他早出道的人哦。哦，还有那个是唱了一个那个什么青山呐、啊，哦，那些都是非常老的，还有谢雷，这些都是非常老的歌星。那你要等到这些晚辈要出来唱歌的时候，都是安排哈、哦、在半中间呐、啊，最前面还有最后面的压轴大戏哈、哦，都不会这些小咖的。然后他刚来台北的时候，我听人家听他的报道有讲，有一餐没一餐的，都是在吃什么吃泡面过三餐，还没有成名呢、啊，吃泡面呢、啊，对不对？结果他刚来台北的时候，有一次实在太晚了，他那时候就是住他阿姨家。结果他阿姨家觉得太晚，也懒得打电话给他，关心他，对不对？他一回去，门也被锁，敲门也他阿姨也不开门了，你知道吗？哦，早期过着很痛苦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哦，他在乡下的时候，他还可以怎么样？在乡间哦，对着哦那个广大的田地哈、哦，他可以哦拉嗓子，哦吊嗓子唱歌。可是呢，来到台北的时候，你住的地方都是木造的隔间，根本没有办法哈、哦、让他练音乐哦，他只好怎么样？跑到火车路旁边，火车这样一经过的时候哦，他才怎么样？哦，把音调提高。他说这样子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你平时唱歌很容易会打搅到人家。你看来台北哦，吃泡面，阿姨又不让他进门，然后唱歌又没有那个，很多伟大的人物或有名的人物，他们的辛苦哈、哦，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说，时钟隐玉阁，同学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一定很辛苦了，后来才成功的。好，继续看，驱门化钱家文曲，主其人口才好，又带说服力。哦，口才好不是巨门哦，口才好是文曲星，然后哦，带说服力是巨门化权，巨门化权叫做讲话有分量。好，他的禄存入迁移宫，哦，主其远离出生地，易主得意发财在远乡。禄存在迁移宫不一定有钱哦，只是说远方有好处，我必须远离故乡才能够哦飞黄腾达。夫妻宫太阴化科，逢左右回月甲主配偶为名利双全之人，只是太阴主晚罢了。好，我们经常要讲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经常要讲一句话，就是说，任何一个宫位，现在要讲到他夫妻宫，一定是夫妻宫为主，然后夫妻宫的三方四正，要不要讲？要。啊，夫妻宫三方四正，有没有看到左右对照两颗吉星呐、啊？再加上文昌三颗吉星呐、啊，再加上禄存啊，再加上这个化科会到科禄，所以说他的配偶也是怎么样名利双收之人。可是夫妻宫太阴主管，所以说凤飞飞是相当的年纪相当大的时候才结婚。好，再翻过来星盘的缺点，兄弟宫煞忌同龄。好，同学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兄弟宫煞忌这个宫位就破掉？第一个，他的兄弟姐妹绝对主损，
什么时候损？他本命的兄弟宫就不好，什么时候损？哦，看大限，大限，大限，本命的兄弟宫已经很差，大限的兄弟宫在不好的时候，他的兄弟宫就要死人哦。然后呢，他本身是太阳星座身宫，我在上面上课有没有讲过哦？太阳星座命宫，太阳星座身宫的人，哦，会怎么样？婚后还会照顾到娘家，所以说，主妻家对家庭负担必重，心向娘家，凡是以娘家为重。我们顶歌星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人，将来我们进阶班会上到邓丽君的命盘，邓丽君是紫微七杀加陀螺加冥星座命。邓丽君从七杀星人比较自立比较强，对不对？哎，很少提到邓妈，你有没有听到？可是凤飞飞经常会凤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凤妈？不绝于耳，因为太阳星座身宫的人，婚后还会照顾到娘家，所以说同学们哦，当他的妈妈发觉他有演唱的。的才华的时候，哦，民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二情二零的文艺片盛行的时候，哦，你知道哦，凤妈是很强势的，都在哦那一个刘家昌的房子前面啊，哦，耐心的等着刘家昌哦来怎么样来那个录取啊，哦，凤飞飞能够入二情二零的文艺片的主题曲。你看看他妈妈都在主打，再加上他本身是太阳星座命的啊，哦，婚后都会照顾到娘家啊，哦，所以说你看他的凤妈啊，哦，追得相当的紧。好，他的仆役宫有没有看到陀螺单手？那这个陀螺，你想想看，陀螺星是不是很烂的一颗星？所以说，以主一生犯小人，亦有难寻。然后呢，我们将来会讲到，哦，化忌这颗星，化忌本宫代表是非，所以说兄弟宫与煞忌，这个兄弟觉得死得差不多了。可是化忌会影响到对宫，本宫代表是非，对宫代表欠。化忌欠什么？欠仆役，所以说要对朋友很好，对朋友很好，对仆役宫又那么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哦，那个哦，凤飞飞这种人，他就不要交太多那个狗西沙的朋友，五十三的朋友不要交太多，哦，关系要历久单纯，不然的话，这些朋友。对他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害处。好，那同学们知不知道凤飞飞的吉禄宫？他吉禄宫很不好嘞，后面将军在等着你，然后又有一个寝阳，然后旁边又有一个什么？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虎？所以说，同学就知道凤飞飞，哦，他的身体是有问题的哦。结果呢，果不其然，来看一下，凤飞飞从小，你看看，有时候你没有在他家过三餐，你永远不知道。好，这边有写，凤飞飞右耳失聪，33万的耳机听音备战。哦，同学们。你知道凤飞飞为什么会是帽子沟壑？原来是怎么样哦？他有唱歌的才华，是巨人星，对不对？可是呢，他为什么是帽子沟壑？因为他的右耳从小就听不到哦。啊，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戴着耳机很难看哦，结果他就干脆叫他头发这样子放，然后这一个怎么样帽子哦？刚刚好像遮住这个耳机啊，你知道吗？哦，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你知道吗？哦，
反而变成帽子勾扣是他的一个标志。他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他小时候很顽皮，跟他哥哥两个人在那个水脸盆还有水桶里面两个人这样子把整个脸整个头埋到水中，看谁能够憋住呼吸，谁能够憋得比较久，谁就比较厉害。那个时候耳朵就受到伤害。哦，这些东西你没有看报纸，你还不知道，他原来耳朵失聪嘞，右耳失聪哦，真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凤飞飞，好，有没有看到？行至第二大限，碰到天姚星。来，同学们，把你们的第二章拿出来，第二章拿出来。他大运，好，同学，第二章拿出来之后，他第二个大限走己位，己路在哪里？己路在午。不熟的同学一定要翻开269面，己路在午，入前请阳。